那警方到场了解的时候，那徐姓员工也坦诚犯案，警方好当下将他依窃盗现行犯逮捕上铐带返求侦办。徐姓犯嫌窃盗的部分依规定办理，另外抢夺警箱造成员警受伤这部分另外依抢夺妨碍公务伤害罪办理移送。是不是啊？啊！那你被敲而已，真的啊。没关系，我等一下给你去压指纹就知道了，好不好？你有。啊！这不是你。回答。笑死了。还有朋友想跟你。我一个 ban 了，你被敲而已，真的啊。没关系，我等一下给你去压指纹就知道了，好不好？你有雇主，你怎么在这里上班？是不是啊？趴地上，我不会跑了。趴地上，趴地上。自动洞，自动洞，先下车。你下车！我叫，我下车！下车！开啊！他要起火！他干嘛要起火？我不是现行犯啊，我干嘛要跟现行犯没关系啊？下车！下车！我不是现行犯，你放开我的手！你要卖团购是不是？下车！下车！我是合理怀疑啊！刚刚违停二三十分钟是有问题的，不是我啊，我停在你停车你要抬手。车子要不要起火？简单一点，车子要不要起火？起了没？起啊！你走了不错。他要走，我早就走了呀。你不好意思要开水。你讲真的，我刚刚有看到，我刚要走，我也不会倒车的。你是真的在停车的？我是无照的。我是不是无照？然后发动引擎要开走了？有没有这件事的？车子起火了，干嘛要起火？我不是现行犯啊，我干嘛要？跟现行犯没关系啊，你误照了。你不到车子就不准发动了。我跟你讲，我要开，我刚才想要开走了。你到支援没？有，到支援了。我干嘛要下车？无照了，无照，我叫你下车。我叫，下车，下车。你开啊！下车！我不是现行犯。要把你爬高是不是？下车！下车！你干的！